姐舞蟹经验爆红后惨遭排挤，沦为姐姐垫脚石，难怪她一开始就不想参加浪姐舞。陈浩宇一语中听。近期备受瞩目的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成团之夜分组比赛。作为资深娱乐圈观察者，笔者对此自是了若指掌。本场比赛不仅考验了选手们的实力，更凸显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。各路明星选手无不是人气爆棚，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吧。腥风血雨选手大乱斗，本期节目自排位赛开始便已是惊心动魄一幕。无情的分组过程将昔日好友化作生死相管的对手。作为最强战队队长，陈浩宇携尚雯婕、万妮达、郑妮可、袁娅维组成了一支王牌部队，实力有目共睹。戚薇的月亮之上队亦是非同小可，何洁、孙夏琳、萨顶顶、蔡文静个个都是实力派，恩怨情仇气血相拥。相较之下，双截棍和骑士精神两队的实力则显得略为逊色。流星带领朱丹、谢金燕、苗苗和 Joss 虽然阵容坚强，但在总决赛面对猛将孔楠全身而退。陈立军的骑士精神队成员张雨曦、韩雪、郭碧婷、刘言个个也是大有来头，可惜并非一路人马，不免散漫些许。群雄并起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赛前各方实力高下，暂时难分伯仲。不过就单凭队长的个人实力而论，陈浩宇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。他声音嘹亮，台风稳健，经验老道，可谓当代 live 偶像的不二典范。其他几位队长也个个出类拔萃，拥趸无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的精彩表演吧。舞台之上勇挑重担，赛场震撼，台下观众的呐喊声掌声不绝于耳。无论是双截棍队和骑士精神队的拼尽全力演出，还是月亮之上队和最强战队的高噪对决，选手们个个尽力为其效力，赢家笑逐颜开，败者应有遗憾和不甘。这或许就是这种残酷又动人的竞技比赛的魅力所在吧。谁与争锋，结果喜忧参半。比赛结束，结果喜忧参半，获胜者无不是振臂高呼，欢呼雀跃，而失利的一方亦有眼眶湿润之人。不过这就是竞技比赛的常态，总有赢家和输家，重要的是大家在赛场上一展身手，施展渲染，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场难忘的视听盛宴，才是最大的赢家。根据赛制，武功一共三个队长，一个陈浩宇，一个何洁，一个戚薇。陈浩宇带着五个实力强但人气低的姐姐实现逆风翻盘，四攻拿下团队第一，全员安全。这到了五攻需要扩充成八人团，他的首选是陈立军、张雨曦。何洁飞来好运，莫名得了个人气第一，成了二团团长，率先抢走流星，队伍还差五人。他的理想队员名单也是陈立军、张雨曦、蔡文静、韩雪、杨景华。戚薇这才经历了队友离开的打击，一心想憋个大的。他选队友的标准还是一如既往，人气高是第一，有实力就更好了。陈立军、蔡文静、尚雯婕都是他的首选。蔡文静和他是双向奔赴，没啥悬念，第一轮卡牌游戏就组队成功了。尚雯婕、萨顶顶两大 vocal 也在第二轮自由组队环节加入戚薇团，原因有二，一是陈浩宇团进不去，二是何洁团不想进，所以只能找戚薇了。选人这个环节一向是最真实最考验人性的，人气高的被争抢，人气低的被嫌弃，一直都是如此。当基本队伍已经成型，三位队长齐聚在陈立军旁边的时候，最后一排的朱丹和乔伊斯正在坐冷板凳。往常组队，王林是个老大难，总被胜在最后，这次遇上流星，二话不说牵起人就走，两人再续前缘的同时也避免了王林被剩下的尴尬。不得不说，流星是有点性格魅力在身上的。王林这次没遭罪，朱丹却备受冷落，难过的不行，看着场面上人来人往，可这些都与他无关。原本他也是想跟流星一队的，可这压根轮不到他选择，弱者只有等待被选择的命运。多亏郭碧婷、尚雯婕及时出现暖心安慰，才让朱丹的情绪有个适时的出口，哭过也就好多了。只是他不理解为什么陈立军会那么纠结，其他人几乎都已经组队成功的时候，只有三个人归途未知，陈立军、乔伊斯、朱丹。不同的是，陈立军是主动被剩下，三个队长都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，他只是选择太多，一时不知道究竟该选哪一个。朱丹和乔伊斯单纯是被动剩下，队长不想要。这场关于陈立军的争夺战，三个队长又展现了不同的个性和风度。上面提到过，陈立军是三位队长的首选，在第一轮卡牌环节，
陈浩宇好不容易抽中陈立金的卡牌，他眼巴巴地望着，只要陈立金起身，他们就能达成完美的双向奔赴。可是陈立金没有，那个时候的他还在纠结困惑中。陈立金的卡牌是真难抽，三位队长抽了三轮，只有陈浩宇抽出来了。主持人也建议陈浩宇队长可以喊话拉拉票，多争取一下。陈浩宇没有，全世界都知道陈浩宇想要选陈立金，他本人不可能不知道。这个时候他没有站起来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作为好友，陈浩宇不愿意让他为难，希望他多一点时间思考。事后采访，他的那段话很加分：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说服别人的人，我也不是特别想要去说服别人，我希望看他自己的意愿，我希望姐姐们都能做自己内心最想做的决定。尊重并不等同于放弃，在第二轮自由选人环节，陈浩宇也是第一时间走到陈立金身边，只是这个时候陈立金的身边已经围了两个队长，何洁、戚薇都把他牢牢抓住。看得出陈立金的纠结，陈浩宇走过去问了一句：你很为难对不对？你有点为难是不是？看懂了陈立金的左右为难，陈浩宇选择体面离场。我觉得三个人为难你太难了，我不为难你了。陈浩宇这一段表现被称为选人范本。我坚定地走到你的身边，告诉你我的选择是你，可看到你那么纠结，我不想增加你的压力，于是转身离开，尊重你的选择。双城果然是最好磕的，即便两人没有达成互选，他们依旧彼此在意。对比之下，戚薇、何洁走的都是强势路线。当初选人第一轮，陈立金没有选择陈浩宇的时候，戚薇不自觉露出笑意，他一定以为陈立金在等自己。后来，两位队长将陈立金团团围住，陈浩宇刚说不想给陈立金压力，戚薇顺势而上，说出了自己的霸总宣言：我要为难你，就要你。僵持了很久，戚薇暂时离开，把杨锦华带走，再到位置上安静等待。和萨丁顶聊天的时候，戚薇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：我没有想到立金会纠结。在他心里，他觉得陈立金有可能会选陈浩宇，毕竟有过一起合作的经历，但他绝对没想到陈立金会在自己和何洁之间左右为难。他以为陈立金会坚定地选择自己，何洁这次就聪明得多了，该使劲的时候使劲，该放松的时候放松。他知道感情牌自己肯定打不过，于是一直强调的是还没有和陈立金合作，武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戚薇离开后，他也选择暂时离场，给陈立金安静思考的空间。最后陈立金终于做出决定，当他站在那个路口，戚薇、何洁两人的反应很有意思。戚薇坐在原地，微笑着向他招手，连挪一下身子都不肯，这是他刻意的姿态，架子拿得足足的。他要等在原地，等陈立金向他走过来，就像国王招揽自己最英武的勇士，国王是不能屈膝的。何洁则主动得多，直接快步走到陈立金面前，眼神灼热，他的那份期盼可以很直接地传达给陈立金。最后陈立金选择了何洁，看似意料之外，却又是情理之中。戚薇太狂了，他习惯陈立金给自己打辅助，以为他就应该心甘情愿待在自己身边，却忘了陈立金也有自己的追求。这场精彩纷呈的陈立金争夺战，看似是何洁赢了，但真正的赢家是陈浩宇。陈浩宇完美演示了一个成年人的爱护和体面，虽然他们俩武功没有在一起，但那份真情丝毫不改，反而因为距离而更让人动容。武功小考，陈立金身体不舒服，陈浩宇一脸焦急，催促他赶紧去休息。再往回看，自宫时春秋大梦组偷偷给陈立金准备了礼物，看到陈立金因为蔡诗芸被淘汰而落泪，陈浩宇第一时间赶过去安慰。这些小细节才是最戳人的，他们的感情没有因为物理距离而变淡，这样本能把对方放在心上的体贴和爱护才最动人。再看戚薇，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陈立金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好用的工具人。四公陈立金生日，刘星把队友的生普定格送给陈立金，戚薇只是搭了个顺风车，连一个像样的生日礼物都没准备。这次武功组队，陈立金选择何洁，戚薇更是好脸色都不想给一个，只顾自己自怜自惜，摆出一副痛苦至极的表情，好像对方多亏欠他似的。武功小考，陈立金身体不适，新队长何洁赶忙拿水拿药，陈浩宇担心的不行，反复催促他离场去看医生。反观戚薇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真是人走茶凉。这一次的选人修罗场，戚薇不仅输了陈立金，还输了分度。而何洁虽然表现得当，但武功的惨败也再次验证了一个事实：
何洁当队长是真不行。根据网传消息，武功何洁惨败，尽管国风舞台东风破拿下高分，但团秀和队长秀都拖了后腿，最终排名倒数第一。以前大家心疼何洁，觉得他被队友拖累，这次给了他这么强的队伍阵容。刘星、陈丽菁两大人气选手，苗苗、郭碧婷两大门面，再加上韩雪、王琳，怎么也不差呀。万万没想到，本以为可以打个翻身仗的复仇者联盟，结果却成了吊车尾。这样的结果无疑验证了一点，那就是何洁是真不行，没有带团队的能力。所以说，这次陈丽菁争夺战，何洁、戚薇都是输家，一个输了口碑，一个输了风度。陈浩宇和陈丽菁虽然没有在一起，但他们俩都是赢家，一个赢在格局，一个赢得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国风舞台。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方式的两全其美？